用户手机点一下那个左上角黄色的小星星，完了右下角点一下直播时通知我电脑用户。我再来一个韩语版的自我介绍。对，那个我是刚从韩国留学回来的智雅小姐姐，喜欢我的话可以点一下我的关注。很高兴你的，你要谢哟，我是智雅小姐姐哦。我是智雅小姐姐，又到我的时间。然后呢，喜欢麦序上的主播可以点一下那个右条的关注。然后招场控的话，点一下三四麦皇马，了解一下。那下面给大家带来第一支舞蹈吧，喜欢我的话点一下我的关注，带来一支舞蹈给大家。
么晚还不睡觉吗？大家点点关注，是的呀，大家点点关注行吗？谢谢哥哥的那个，谢谢哥哥比心。对啊，我们能走走吗？突破1400吗？能再涨一个粉丝吗？1401好不好？对啊，我们再走走呗，走走。然后呢，就是然后呢，那个下面第二支舞蹈带给大家，话不多说，谢谢哥哥。舞什么呢？也怕你们，就是因为我的就是身材太好了，怕你们流鼻血。안녕하세요，안녕，艾琳，哇，언니안녕하세요，반갑습니다。언니现在你来了是吗？紧张的哟，어떻게？잠깐만요，我先来对第二支舞蹈，666，有点不敢跳了。快听快听，加油！
然后呢，那个就是电脑用户点一下，就是右下角的直播室通知我。我听，是这个。哎，반갑습니다，我是韩国回来的智雅小姐姐，你好。然后呢，喜欢麦序上主播的话，点一下右排的关注；喜欢那个啊，不是那个了解场控的话，点一下三麦和四麦。很热，你关注是吗？没毛病，没毛病。谢谢哥哥，谢谢。最后一支舞蹈送给大家。喜欢主播的话，手机左上角点一下黄色小心心。那个电脑用户点一下直播时通知我。一点了，是的呀，还不睡？对呀，大家都没睡是吗？睡什么睡？嗨起来！喜欢主播的话，点一下关注呗。一会儿我就下播了。嗯，还有7秒钟，拜拜，明天见。